我相信特斯拉和太古里是在我的眼中是都代表了未来。太古里能够安装特斯拉的超充，让我对它还挺意外的。因为超充的地方越来越多，会让我觉得特斯拉离大众的生活越来越近。Driving an electric vehicle is like living in the future. 我相信未来也会有更多值得我们可期待的地方。我的家人都非常喜欢特斯拉，当然我们愿意看到更多的商场或者是类似的中心也可以有这样的配置。我买电动车的理由也是因为在现在这个城市比较污染严重的情况下， Model X 在这方面会让我有一个安全的感觉，因为它可以在短短的开启几秒钟之内就可以让全车的空气得到一个净化。大家都知道空气的污染是比较严重的，我会希望从我的角度拥有一辆不制造空气污染的车辆。开电动车当然也是算小小的一份贡献吧。